Mount Cascade 位于魁省 Cantley， 这个山夏天是水上公园，冬天是滑雪场，从渥太华开车20分钟就能到。这个山高525英尺，14条雪道，栏道非常多，一个山头前山后山都可以滑，有压过的大道，环陡相间，弯弯曲曲、羊肠小道都有，而且不是很长，很适合初学者晋升到中级。把黑道拍成了绿道。